let me down. 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for your aboard. 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，请允许我代表全体机组人员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。不欢迎也没办法，你们他妈的票都买了，非常抱歉的通知您，本次航班由于航空管制的原因又晚点了。奇怪，我为什么要说有？如果本次航班的延误给您带来了不便，我们衷心的表示，能不赔就不赔。如果您对我们的处理意见有意义，你他妈来打我呀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what the fuck, bite me, thank you. 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开始起飞了，为了您的安全，请您再次确认您已戴好安全套。哦，对不起，是套好安全带。如果您套好安全带后仍感觉不安全，请您及时告诉空乘人员，我们会帮您把安全带系成死结、蝴蝶结或者中国结。请您调直座椅靠背，打开遮光板，关闭手机电源及电子设备。具有飞行模式的手机是可以开启的，只要它真的会飞，因为你敢开，我们就会把它扔下去，这是真。我的心被爱颤抖，曾经你是风雨中，我爱上了寂寞，摇我夜的心头，枯萎了所有。了解，啊哈，后天让你哥看最美的烟火，了解，啊哈，可以让你哥看最美的烟火。城市中牵手，我的爱为你颤抖，肯定的，离开多少风雨后，爱上唱情歌，必须的，你深夜的心动，我真爱的所有，压穿了把我的歌词讲，放给的诱惑，我操，我从前情歌，在渴望的天空，哎呀妈，有美丽的颜色，我操，翅膀要压你吗？我真是就。